好，今天是6月10号晚上7点多一点，我们今天要玩一个传奇的游戏。之前本来说是要玩一刀传世的啊，一刀传世是打算在这个周末开始玩啊，就是13、14号。但是呢，有几个问题。首先，我们在做视频、在做直播的时候，一刀传世它是一个竖屏的游戏，就导致这个竖屏游戏在手机上播放的时候，左右两边都是黑边，对于观看直播的其他观众来说都特别不友好。所以我们这是一个小的问题了。更严重的问题还是说一刀传世太他们坑了。因为那个游戏，玩的人其实不少，然后玩家的话，有钱的大佬也很多。网图确实好看起来了，我的天！然后，可能是光线问题了。我们之前玩那个号不是一个这个首充10万的大佬吗？他第一天就充了10万币，然后之后陆续充，然后他这两天告诉我他又想充25万，为什么呢？他是1900符，你知道吗？然后他们1900符合服了，在开服第16、17天的时候合服了。和前面的1888符合在一起，1888符，你想想，这个符是不是就名字听起来就高大上，就是肯定是老板聚就是聚集的一个符。然后他和人家匹配上之后啊，就各种干不过人家，所以他就把他预算调高了，然后打算再搞个25万，剪头发好看了，我的天！反正我觉得这游戏太坑了，因为我所所有有加在一起，我没有打算充特别多的。你说，这种传奇游戏，我花个10万人民币，然后玩差不多2个月。然后人家可能就是10来天，然后人家就是10多万都打不住，包括人家之前还找生日买这个元宝之类的。现在那个游戏《一刀传世》比较作，《一刀传世》它在我们播的那一天下午有一个更新，我们那天开打了没？还没有。我们这里先稍微说一下，我们是周六下午14点开始打，我们这里先扯一会儿。我那天播《一刀传世》的那天下午有个更新，那个更新之后商人就不能很好的去卖这个元宝了。他这个元宝的价格上限就做了规定，所以你倒卖装备卖这个元宝的时候就卖不出多少了。原先找这个商人买这个元宝特别的划算，然后后面经过那次改版之后就不能找商人买元宝了。本来说是找商人买元宝，相当于是我记得是1万块钱可以买80万的元宝，就特别的划算，特别的爽啊，比游戏里面直接充要划算2、3倍。但是那时候不能充元宝，结果就特别亏，就是如果你再和前面的符合服以后去干，你特别的亏。而且另外一个原因就是说，它6月份开始以后，它的折扣没有那么便宜了。原先是2点几折的，现在都是3点几折，最低最低都是3点几折。所以我就觉得，对于后面进去的玩家不太友好。所以我觉得这个游戏各方面问题都有吧，但最主要是担心这个视频做出来的效果不够让我满意，因为我就是靠做视频看人，视频比较精彩，然后看人很多啊，那这样的话就是很重要。但是如果说被别人揍的话，被别人狂揍的话，那就不精彩了。然后这里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开服呢是每天开一个，那每天下午2点钟开。我们的话是打算6月13号下午2点钟进这个奥学27服。如何能收购一个游戏？只要准备个几百万，搞一个私服是不成问题的。哦，直播封面还没有换啊，这个无所谓，下次我注意。今天下播之后我就去搞一下。这个奥学27服就是我们要进去玩的，到时候肯定会有相当多人啊。一个是他每天开一个的话，那到了周末的时候肯定进去的人就比较多嘛。另外一个是我会找很多很多的玩家，我就是所有的群里啊。包括我认识的，对，氪金都是脑子，我真的觉得这次我不要氪那么狠。我上次一下子氪了5万，我觉得那个是太无脑了一点啊，所以我这次就打算克制一些，可能头一个星期氪的多一点，后面就氪的稍微少一些。现在确实感觉确实好多了，感觉什么好多了。反正我一个是氪金要氪的有脑子一些，另外就是我到时候会多叫点人，到时候大家一起玩的热闹，我带你们去攻杀好吧？攻杀的话就是这里面有个沙巴克城啊，这个就是原始的那个传奇里面就是有一个这个杀神叫做沙巴克城，就相当于是一个皇城，然后我就带领大家一起去攻打那个皇城，成为这个占领皇城的这个主人啊，到时候就一起完成一个这样的一个雄伟的目标。怎么下载？下载到时候我会在群里发这个链接的啊，这样子，反正我尽力吧。就是原先我玩神魔的时候，最后人家告诉我可能就是那个服里面有1000多人。就是注册了1000多个号，我觉得这次我再努努力，说不定也能搞个2000人，一天小氪，一天1万小氪，哦，不对，一天我是打算，因为我直播标题我就是这样的，就是日充3000，预算10万这样子来，我觉得3000左右，平均是3000，但前面我可能稍微多充一点，后面少充一点。这个游戏的名字叫做《盛世龙城》，这个名字其实我也不知道怎么展示给你们，这个游戏我看了，其实我研究了一下，我觉得，它让我感觉比一刀要更简单一些，1000、3000好。但是这个活动你也不是说每天都有活动的，我还是要本着省钱，然后一个是省钱，一个是把钱花到刀刃上。3万钢铁侠，
原来是播什么的忘记了，哦，原来是播雨声的。然后这里其实有很多礼包了，就是说你什么单笔充值什么什么给什么什么礼包，这个礼包其实也不少。然后这是版本更新，我这个忘记研究了。然后专属皮肤就是开服至第三天，然后充到30000人民币，并且是该服充值第一的玩家，这个我觉得无所谓。三万，前面三天充3万，我觉得好像是有点多，因为我故意玩一个不那么热的服务，这样的话，应该不会有特别强大的大佬，我觉得应该不会有。如果有的话，我们再说。反正我们总共钱就是100000，然后这里是充100元、500元都可以得到什么？最多是充5000，我看啊，这也是开服三天内的一个活动，这个是都是新服的活动。好像开服前一个星期活动比较多，然后这个是什么累充玩家，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游戏它都可以充100万的。这个游戏它和所有的传奇游戏都是一样的，就是它的上限比较高，不过这个游戏它里面物价还是比较便宜的。我们今天先去这个傲雪24服，周末再去玩。 OK， 这个是一个看起来就很复古的一个画面，对不对？这个游戏就是我们之前就是想要玩一个这种的这个比较复古的一个传奇游戏，毕竟这个传奇游戏就是战士、法师、道士，就这三个职业感觉做得还行。我们来玩一个这个法师还是道士，来玩一个法师看一看。我之前只玩过这个战士，一刀神是不玩了吗？是的，打算换一个，玩个女的吗？哇，这个女的有点成熟，没有稚嫩一些的吗？啊，脸都是一样的。来玩个女法师，然后这个叫做什么，我看一下，妄小图。 OK， 叫做妄小图。玩战士战士不战士的都行啊。战士我打算正式玩的时候试一下这个道士，然后今天先练一下这个法师，然后你们自己可以去玩一下这个战士，看看道士。道士这里还看不出来，进去才能知道他们有什么区别。道士正式玩的时候再玩这个道士了，今天先玩这个法师。今天就随便充个1000块钱，让大家看一下这个游戏感觉怎么样。我自己感觉还是可以的。神龙力，这个诞生了第一位王虎神，人类死伤无数。这个是只在电脑上玩，这个是一个手游呀，大哥。这个是一个手游，但是在电脑上的话，也可以用我这种模拟器玩。它就是特别的复古。雨声还播的，在另外一个直播间。你可以在 B 站搜一下这个雨声，会有一个直播间是我的，播的内容和原声是一样的。然后这个主线任务其实没什么可以说的，我觉得这游戏比较好理解的一些地方啊，这里先领取一下，这是加载的一个礼包，传奇道士永远是小氪玩的，打 BOSS 啊，这样子。但是比如说我们之前的那个一刀传师那个大佬，他也是玩三道士两法师，其实还是要看这个版本，打架还是得靠战士和法师。能发个链接吗，大哥？我下播之后会在群里发的。今天其实有蛮多要聊的，然后你们其实如果玩过谢谢送的辣条，首充是什么？首充的就是有一个随便充什么都 OK 的。我今天就打算充一个500或者充个1000，就不多也不少。然后这个充值其实上限也挺高的，和之前远征手游差不多啊，上限是2万。我们今天充个1000或者500都行。充钱的话玩战士比较好，哎，是这样吗？好的，反正这种复古的游戏，它是模仿那种1.76版本的。刚才有个加载的那个图，你们看到没？是1.76版本的。1.76版本我还查了一下。有折扣吗？这个暂时没有，因为这个游戏它是拿去抖音推广的那种游戏，在抖音发很多广告，然后有人进去玩了，然后里面的所有人都是没有都没有那个折扣的，它就是搞那种抖音系的，找个神魔类的之后找，反正我就是想玩一下这个氪金游戏的鼻祖，对吧？因为我们就是玩氪金游戏的，但是以前从来没有玩过这个传奇类的游戏。以前我特别的抗拒，就是只要一提到传奇游戏，我就很抗拒，我就觉得画面很渣渣，但是又有一丝好奇，就觉得哇，以前为什么那么的火？我就想看一下，就是感觉缺了什么，心中缺了什么，就想弥补一下，就想找一个传奇类的游戏体验一下。以后我觉得这个很可能是我们第一次玩传奇游戏，也很可能是最后一次玩了。以后就会玩一些这个画质什么都特别好的游戏。当然你要说。什么时候去玩这个腾讯和网易游戏之类的啊？我们越做越大，看人越来多，之后肯定就可以玩到。现在我们先玩一些这个小厂的游戏，因为主要是大厂它一点点支持都不给，至少我带一个课，你给我个3块钱5块钱，对不对？但是这种大厂我现在没有渠道联系上他们。用邪飞，对，这可以用邪飞的，对，这可以用邪飞。我先消灭一下这个狮王、神魔和神魔还有神魔，哇！你是多想我在玩神魔啊？其实不是在玩神魔，就是玩神魔这一类的，是不是？这里可以交任务了，然后交任务的时候可以点这个免费使用，然后直接传过去，这个叫做飞鞋。好的，喜欢玩仙侠类的游戏，反正仙侠我们以后也肯定会玩，我保证。而且之后我上次已经说了，这个是一个神装附体啊，这个就是体验效果30分钟，然后对怪物的伤害400%，这个就是可以看到你全身最豪华装备差不多就是这样子，就是这个游戏可以让你提前体验一下，就是你搞到最后搞到一身特别强的装备以后是什么样个样子。画质好，你看你后面播的那些画质，妈耶。远征手游这个真的是小牛玩过的，然后他想玩我就也想玩一下试试。然后那个游戏就是打架爽，但是传奇类游戏他打架都爽，这个是
原汁原味的传奇游戏，包括职业啊、道具啊。然后它有些改动，有些改动了，但是背景音乐应该也是沿袭当初那个传奇的，所以做的还是比较原版的。我就想体验一下这个原版的。然后这里啊，这个可以看到这里有个这个提示，就是它从也是从早上十点，然后一直到晚上，这里是十点到十二点都有哎，啊，这个是有各种各样的活动呀。我们现在七点到九点之间是全服双倍经验，这个双倍经验是击杀任何怪物都可以有这个双倍经验，然后它可以叠加这个经验药水的。没被坑说不定挺好看的。是的，远征手游最好看的部分就是怎么样超过别人，怎么样带领我的一帮的兄弟们哎反败为胜。其实非常可惜的，当时我是觉得哇，小牛他们也充钱，包括小牛的朋友他们也一起充钱，然后进去包括买号啊之类的一起进去玩游戏，来帮着我一起说是玩玩游戏，顺便让我视频变得好看一些。结果我遇上了那么一个糟心的事情，导致我半路退坑了。但我觉得以后我觉得不能那么小肚鸡肠，人家就封了我七八分钟，然后我找客服直接就解封了。解封之后我就主要是当时就没有那个状态了，就很糟糕。然后这里我看一下手冲会给这样一些装备，这样一些装备其实现在看起来还行。游戏叫做盛世龙城福利大厅，我看一下这个特权的话，这里你看这个元宝是不是很多，你看这个是888元宝，猜多少钱，只要8.8块。这个里面的这个元宝是比较便宜的，别的游戏基本上都是1毛钱一个，它这种是1分钱一个。小牛是不是离家出走了，这个我觉得啊，你们自己揣测吧，这个不宜多说。心态炸了，对，当时心态就是挺炸的，主要是后面排名第一的奖励也没补给我啊。对，那个最后我过了几天，最糟的是我过了几天我还上去看一下，我发现人家承诺要给我的那个奖励也没有给我，我包括我冲了第一之后人家该给我的奖励也没有给我，反正我后面都没有玩那个号，我都没有卖，就是我都没有打招呼说哎谁，都没有在群里说哎谁来买一下，真的是那个游戏恶心到我的。然后今天我看一下啊，这个特别有意思的就是啊，当然就是对我来说比较友好的就是说它所有的活动在这儿都能看到，这个比远征手游要好一些，远征手游是看不到的。另外是在能被封，对啊，我第一次体验这待遇，下次如果还有这待遇的话，因为就是我做大了之后我觉得会有一些人就是有一些恶意的，他们就会觉得出于嫉妒或者是恨怎么样就产生了恨意，然后就去举报我，我只要有一个不小心，包括我比如说我挂一个这个微信号在这上面可能就被封了，这个是很正常的，我应该学会理解这种事情。然后这里是花8块钱就可以领到这样的一些60级的这个装备，现在等级已经比较快了，看到这里左上角这里已经是45级的。然后全民 BOSS 这里是哎成功击败指定首领的所有玩家啊都可以获得这个丰厚的奖励，这个 BOSS 的话是指定 BOSS 才有意思。这里面这些圣战，这里面这些 boss 其实也是复原1.76 版本的这个传奇啊。这里是下滑选择怪物，然后就自动战斗，这里点一个自动战斗哦，战神差5级就可以开启，50级会有什么战神不知道。然后这里啊就点角色进去就有什么角色称号、技能、转身、内功可以提升，内功是可以抵挡伤害的。这个游戏如果放在就03年那会儿，它的画质和玩法都是贼好贼好的。不过现在03年到现在已经过了17年了，所以自然而然它就是不入流了那种，但始终是有很多人是有情怀的，包括有些30-40岁工作了的大佬，本身没有说是特别想玩这种氪金游戏，但是提到传奇就是有一些怀念，然后有一些怀念，结果就进去，然后就开始氪，就导致传奇这一种游戏到现在都很火。这里是把这些装备粉碎一下，给一些这个经验。这个游戏没有折扣哦，你也爱玩传奇，这个游戏没有折扣，它这个道具会比较便宜一些，但它没有折扣的，因为它是在那种抖音推广的游戏。它比较特别的一个地方就是这开服所有的活动都在这儿了，这个没有特别花的地方，开服所有的活动就是这个是应该是6月10号，就是今天下午开的，然后这个是人物等级到了之后啊就可以得到这么些东西，就是一个星期之内到达相应的等级可以给各种各样的奖励。那一刀没有玩了，是的，决定不玩一刀，然后换一个传奇再玩。这个是开服累冲，然后全民 BOSS 的话只要打这个特定的 BOSS 就 OK 了。然后特惠礼包它其实是分四档的，这个是8块钱、28、98，这个是188啊，这个感觉就比那个远征手游要好一些。远征手游一天啊，其实也不是，这个游戏我发现它还是可以一天冲3000的。这个最后就是要打这个萨巴克，就是我们的那个城池。然后我看一下，我们这个创建的这个屋会到时候可以容纳100多人，所以是特别爽的。哪怕我们到时候带来300人、400人一起玩，只要说是再过个几天，我觉得100人就差不多都能装下，就所有的活跃玩家，可能前面几天就推一些人，然后之后，然后差不多到攻城的时候留下来的差不多都是活跃玩家，到时候我们就可以搞一个满编的工会。去和别人打元宝的话，游戏里做任务能领到他，但是能领到的话好像是要充个10块钱拿一下 VIP， 不充 VIP 好像拿不到，充 VIP 之后每天都可以领这个元宝，就是他每天会有一个活动会给你一些。然后这个元宝消费排行第一名好像都没有人上榜，这个服好像不怎么厉害，我看到的另外一个服他这个是挺厉害的，这个20万元宝就是2000块钱，
2万2千啊，就是2000块钱就可以参与排行榜了。这个服不给力啊，一个人都没有，太差劲了。可能是周三开服，我那天是周一看到一个服务器，哦，是周日看到，是21里面这个人还挺多的。如果300人都没退呢？300人都没退，我们就开分会喽。然后我就说，哎，你们谁去搞一个，反正没有进来的人，你们谁去搞一个这个分会，然后我给你钱，比如给他100块钱，然后贿赂一下他，然后保证他在创建分会7天以后啊，让他进入我们这个主会场啊，这样子的话，我觉得会有很多人愿意的。啊，然后这个建功立业，我看一下啊，建功立业这个是啊会长专属的，他就是成为会长，然后拥有指名这个副会长，啊，这个是会长专属的，他其实就是讨好那种啊氪金的老板，这个就是讨好老板用的。然后战力排行榜就很简单，这个战力应该是，没花多少钱了。然后转身不知道，这个等级翅膀宝石，魂珠差不多就是这几个东西。野心好评。然后 BOSS 首杀，开服前3天击杀147以上的野外 BOSS， 双倍掉落。这个野外 BOSS 我不知道是不是限量的，如果它是不限量的话，那就又特别的干。这一点我真的没有弄清楚。然后我们继续做一下这个任务，这里可以自动刷新，就是刷一下这个星级。这个不是一刀，是新的游戏，是的，是的，哦，感谢帮我回复。这个游戏的画质其实在所有的传奇里面已经是完全 OK 的。它里面的这个 BOSS 啊，在这儿，这些 BOSS 在这里面，这个白猪啊，这个教主，其实这些都是传奇里面的那种BOSS。这种游戏其实也是正版授权的。除魔任务已经完成了，是否提交任务？我们提交一下，3倍领取，花费一些金币领取一下。我看一下我现在有多少的什么金币之类的啊，这里这个是有元宝和绑定的元宝，然后加上一些这个铜钱，这应该是叫做金币吧。然后这人物的装备是这样子的，这个人物装备其实和原版的传奇，因为我其实上网还故意查了很多资料，这几天看一下和原版传奇就是这样子的一个界面，就是人物装备差不多就是这样子。传奇真的是非常牛，它就是奠定了以后所有氪金玩家的所有氪金游戏的一个基石吧，就是他把所有氪金玩的那种东西做的都做出来了，你知道吧，就特别牛。这里就是有一个神炉，可以在这儿点一下这个激活。这个游戏其实我已经玩了两个角色，这是第三个角色了，雪芙。对啊，其实你们玩过传奇的玩家其实都可以来教育教育我，就是哪些东西是和原版的这个传服就是传奇是一样的，你们可以和我说道说道。我毕竟没有03年的时候我还是一个小学3年级的小朋友。盾，麻痹戒指。好的好的好的，我看一下人物装备。麻痹戒指，这个是放大镜项链，这是红宝石戒指，里面好像暂时没有麻痹戒指，有个红眼戒指。斯贝尔手镯，这个难道是女性特有的这个装备吗？然后这个是基础属性和特殊属性，我们现在战斗力很低，只有687。然后这边这个一个是血量，一个是那个什么蓝条还是什么？这个我记得我还上次还问过别人的，麻痹戒指、复活戒指什么的。好的好的好的，反正之后就好好干他。这里成就我看一下，成就是可以全部一起领的，这个没有必要一个一个领，就一键领取就完事了。OK， 我们今天。你看等级其实一开始升得很快，但是后面等级升得就不快了。我看一下啊，这里又有一个这个内功，还可以升几个等级。我们把这个任务先刷一下，我觉得直接充值，其实我充值就是为了体验一下它充值能带来什么快乐。如果说现在我还能再去做这任务，就没有什么意义。我想遇到那种打不过的 BOSS 的时候，我再充一个这个值，那样的话有意义一些。然后顺便充值就是给大家看一下啊，它解锁的一些东西是不是真的很厉害。护身、麻痹、复活，打算什么时候氪？今天吗？还是说我们正式开始玩？我要充值啊！这里是哦，对了，你们开始玩的时候一定要点一下这个开服红包，就可以抢一个红包。它就是单笔充值，比如说达到1000啊，比如说达到1000，然后它会给一个400的这个，就是我充了1000块的，它实际会给1400，就这样子，充150啊，这个都可以的，就是充500、充3000啊，这些红包我不知道它是不是。啊，他应该是故意就有。我觉得我充值一定要赶到这种活动之后再充，这样的话能节省很多钱。为啥不玩之前那个？这个原因之前已经说过了，到时候你们可以看一下这个视频。主要还是各方面的考虑。然后这里是什么内功精品礼包、宝石礼包，这个就5块钱一个、8块钱一个，其实我感觉不是很贵。这个野猪还没杀死吗？哦，白猪杀死了，白猪杀死了。好的，可以交任务了。到时候我觉得我会特别的干，就是我尽量会把每天所有时段的所有活动都先做一遍，然后之后的话，比如第二天、第三天开始，我再有选择的做一些各种各样的这个任务。这个任务毕竟还是太多了一点。这个是成龙代言的，不是，我们换了一个的。周六玩的是这个，是的，周六下午2点钟。然后到时候我想了一些名字，我给你们看一下，就是我们到时候起名要起个前缀的。哎呀，这个字体太小了。我之前在想
这个不是之前那个大仙他玩的那个《异道城市》里面有一个纯洁老板吗？我们来一个起名叫做腹黑的老板怎么样？然后我还想了一下这个前缀，这种游戏很多人玩的，主要是那种30岁以上的玩过传奇的那种大佬，他就很喜欢玩。我在想，什么时候我们到时候去搞一个什么样的前缀？之前我们搞的是 WCW，我觉得这个有点太长了，要不搞成这个 CW？CW 的意思呢，就是 Change the World，龙城城市可以玩一下比较好。OK，然后或者说我们可以来个，比如说 W 杠杠，然后中间是什么什么名字之类的，就是可以前后来个 W 之类的，就我们最好是统一一下这个名称，前缀就叫648，前缀就叫648可还行，贪婪的月警告，反正那几个贪婪的月也好啊，一道禅师也好，画质其实没有说一个比一个好，都是一样的，毕竟他那种大佬玩的都是那种复古的风格，油腻的老板，我们来个腹黑的老板，我觉得不错，那纯洁老板实在是太骚了。然后这个游戏它里面最主要的，哎，我看调节一下这个工会可以攻击。然后这里面我记得是可以让你提前体验一下夺取沙城、成为沙城霸主的那种快感。就这个游戏做了一个小的 trick，就是你可以一分钱不充，但是你可以体验一下。啊，这里是先领取一下，然后激活一下这个太初护盾。太初护盾是增加防御、物理防御、魔法防御、暴击抗性。啊，这个是慢慢升星。来来，沙城建立啊，沙城建立就是那个游戏了。这是城主雕像，还是很爽的。夺宝骑兵啊，这个是工会获得啊，一旦是啊，在土城附近建了一座全新的城市，叫做沙巴克，也叫做沙城，工会就获得就可以就夺下这个的就可以获得这个的归属权，起个嚣张点的名字。我们充的其实也不多，也不少吧，就10万块。你说10万块在一般游戏里面已经很多了，但是对于土豪来说，他不入眼的，就是不要拿你的零花，你不要拿你的工资挑战人家的零花钱，好不好？来来，直升80级的道具，哇，这里还可以领取这个直升80级的道具，我的天，这叫做什么？这叫做玛雅卷轴。到时候我们来一个玛雅卷轴10万，我们在就是我们其实认识很多大佬的，我们还是不要太高调的好。我看一下玛雅卷轴，这个整理一下背包，刚才给了一个卷轴，副本卷轴，玛雅卷轴。刚才哦，这个直升单，它是80级以下使用后直接可以升到80级啊，但是等级需要72级才能使用。我的等级还不够，等我等级到了72级，我再去使用。然后这个游戏它也是有回服的，它现在比如说1到7服就已经合了，它好像是过个15天左右就会合服。哦，这个就是模拟进攻沙城的那个快感啊！我现在是妄想图在这儿，然后是什么圣至尊幻魔君临天下，但是我在这儿其实没有起不到什么作用。哇，开始卡了，我的模拟器好像稍微渣了点，但是我在里面输出为零，只是我的这皮肤看起来好看一些。这游戏你看贴吧说的客服都联系不上。客服哇，我到时候我会把那个客服叫到我们的这个群里面，毕竟我充那么多钱，我说我叫很多人来，然后他说他愿意给我们提供一些专属的客服支持的。然后你看到没？看到这里有减一减一，哇！我打这个人一直是减一，就是我现在特别的菜啊，他们这个电脑的 NPC 也不会来打我，就是我们不断的推过去，然后推到最后我就成为这个沙城霸主，他就让你体验一下带兄弟一起征战的感觉。为什么不叫 LLLL？这样这么多 L 叫什么？有什么寓意吗？哇，谢谢老人。我们玩经典传奇，暂时不玩异道传世。啊，这里就是打这个原城主的雕像，打完这个城主雕像应该就 OK 了。哇，感谢老王图送的辣条，你这可够骚的。81，我知道是那个大佬，就是说那刚才那句话的那个大佬，他就说不要用你的零花钱，不要用你的工资挑战我的这个零花钱。那个大佬他就是，充了几千万还充了上亿。8个 L，哇！我不能冒名顶替人家啊！8楼，对，反正它就是8L，LL 就有8个 L。我之前还好，我之前查了资料，但是你刚才说的时候，我一下子没有反应过来。对，传奇历史上最出名的大佬就是8L，他特别的牛。反正我当时传奇也非常火嘛，当时全国没有多少网民的。03年，我记不得1.76版本是03年，但是传奇从01年就开始有了。那个版本，他们当时玩的那个版本是什么不知道，但反正当时全国。都没有那么多网民，都没有多少网民的，但是他在线人数最高，同时达到56.7万，所以就特别的夸张。这里从这个传送点进入这个皇宫，我们其实已经这个电脑 NPC 帮我们消灭了这些敌人，现在还要再打一波上亿全服第一个99级的，OK，好的，反正人家就是铁铁的大佬，我现在我希望有朝一日我说随便一个游戏我充个十几万、几十万都 OK，但是像我现在实力还不允许，我现在氪一个10万都是。左思右想的，对不对？还要各种做兼职去赚钱，
太不容易了。 OK， 这里把这里所有的残臣余孽杀死以后，我们出来啊，举行登基仪式。我们这个传奇大主宰小王图出来了，封面没改。好的好的，我一会儿改一下。好，这里就是带着兄弟去攻杀啊、但其实你要说，如果电脑如果是打电脑，那其实没有意思。最好就是有这个旗鼓相当的对手，到周六的时候看一下，哎，能不能遇到一些这个大佬，然后狠狠的干一下人家，然后玩得很爽。到时候把人家推翻以后，我们成为杀神第一才有意思。哇，谢谢，感谢凋零送的辣条，非常感谢。这里我不知道今天能不能升到72级。对，这个其实，这个杀神城主不是人都能进的哦。这里，这里是他会随机推选两个工会给你，我其实可以任意选一个，但是我想创建工会，需要 VIP 2才能创建工会。我们创建一个工会吧，就是创建一个工会也不要求大家来的，我就创建一个。创建工会的话，它好像是需要到 VIP 2，我这怎么看 VIP 2我不知道，我看一下充值，首充 VIP 2，哦 VIP 在这儿，我看到了，在这儿，这个里面的这个 VIP 就是充值的 VIP， 最高是 VIP 14，我看一下充值，不知道多少才是 VIP 2，这个只能看充10块钱成为 VIP 1，反正充10块钱，它是就这里，每天14免费抢元宝红包的特权，这个就是别冲动别冲。因为我今天是，毕竟咱是一个氪金为主的，我就想看一下它里面这些道具买出来爽不爽。那我充500吧，对吧？少充一点，就是我想多留一点钱。只是冲动，今天冲动一点其实也无所谓了。到时候我们可能预充3000，红似火，春来江水绿如蓝啊！今天这个我看一下，我就记得这个就是你到了这个 VIP 一之后，每天可以抢14免费的元宝啊，就这个，别的免费的元宝从哪来我不知道，100就行。OK， 我充一下。我看一下今天这个活动，我看一下开服活动里面有没有一些比较划算的。我担心就是100块钱可以买10000的元宝吧，10000的元宝如果太少的话，哇，特别有点少，98就可以，30或者50行。那我今天少充点，我今天就充100，然后建立一个这个工会，做一下基础的简单的任务就 OK 了。他刚才其实还有个什么，哦，这里有红包，抢到158元宝成为 VIP 可以领取，158元宝就相当于是1.58元差不多。正好充500不玩太可惜了。好的好的，我充100。啥时候玩网易的阴阳师？卡牌类的我真的以后玩卡牌类我要慎之又慎。这里我还是微信支付，以后如果要充一个大额的，我可能还是得要跑到这个手机上面去进行一个支付。光大银行信用卡，哦，这个可以用信用卡的吗？我试一下，我就试一下。我本来我打算用储蓄卡的。这密码你们都知道的，不用说。OK， 充值成功，看一下。哦，再充值100块钱成为 VIP 3。哦，我已经是 VIP 2了，可以了，可以了。哦，我已经是 VIP 2了。央视还行，欧皇不需要氪金，对吧？他我主打的就是一个氪金，但是央视你主要是长期坚持下去玩，他的体验就也还可以。对于我来说，我做出那种视频，其实很难说做特别精彩，除非我充个50万，哇，做的就比别人精彩很多。平台币中不香，平台币也是没有折扣的，因为这个是抖音引流的那种游戏，它是没有折扣的。我之前已经问过了。然后这里领取 VIP 1的专属礼包，哦，打开一下。然后 VIP 的专属 VIP 2的专属礼包领取一下，打开一下。然后羽毛法神令牌玛雅卷轴 OK， 先这样子。然后我们去创建一个这个工会，创建工会，工会我记不得在哪创建的，我们就先一边走一边看着接这个除魔的任务，然后去除一下这个魔，然后首充啊，领取奖励，有一个不错的法杖，我一直想看一下这个法杖，我之前都没有充过钱。领取每日的礼包啊，有一个 VIP 的2的每日礼包，每次抽卡都刻一个999。波妞跟我一起玩，波妞应该不跟我一起玩这个游戏，他最近特别的忙。红点先领了，好的好的，每日充值，领取，哦，这是每日充到了一定的数量之后可以领这种东西，这个是总价值5000元宝，高级充值礼包，王者充值礼包，四级魂石，这个就需要再充值20000元宝，再充值200块钱可以得到这么些东西啊，不用了，今天就到这里了，我先把背包里的好东西用一用，对吧？背包，看一下，直升单是这种是等级还不够，争取一下。随机石是什么？不知道，这里是强化一下这个装备。OK， 金币不足了。布妞是不是自己开店当老板了？他没有了，他就是喜欢玩，然后家里有一点钱，就这样子。哦，这个雪芙精华，我看一下，雪芙精华是待使用，我使用了。使用之后获得了200个雪芙碎片，啊，然后背包里哦，仓库里哦，这是背包里面，双击取出待使用的物品，这些我能够全都取出，然后我就该使用这个零食，使用后获得1.0力，哎，不是可以取出吗？
就参加。我看一下这里，超级金砖使用后获得一亿的啊，这个不对，全部取出啊，京东错了，不是在这儿的。今天试水斗罗，我以后尽量抽空玩一下。哎，不对啊，双击放入待使用的物品。哦，点击这儿的使用。哦，点击这儿使用。OK，临时，我先把这个金砖放一下。我会了，会了。单职业的传奇更费钱。OK，把这个金砖使用一下，全部放入，应该是有超多的金币。然后这个内功卷轴是什么？使用后获得200万的内功经验啊！内功经验其实能提高很多减伤，然后宝石结晶给一些宝石碎片，混珠给一些混珠碎片，这些我还不知道是什么功能。哎，全部用了。这功勋卷我看一下，获得功勋值。OK，一键使用，金砖还可以使用3次，这个是什么？不清楚。副本卷轴是什么？我还有个双倍经验的卷轴，持续4小时，这种就是在比如7到9点双倍经验，然后再磕一个这个双倍经验的卷轴，就乘以2倍了。使用一下，是我已经用掉了。然后福利大厅，啊，这是月签奖励，签到，第一天给500元报，哎，还可以啊，500元报5块钱，这个是在线时长的。然后超值理财，啊，这个不划算，这个是要到等级达到之后才行，但我今天等级估计达到80级都够呛，这就不需要买。开服活动看一下，哎，特惠礼包啊，他是希望我买一个这个特惠礼包，特惠礼包最贵的是这个18000，但我只有10000元报。我买个这个就没了，我看下别的有没有什么好玩的。雷冲可以搞一下，这个是直接给的。然后等级啊，到60级给一个礼包，还可以哎。领取宝箱奖励仅需100元报哦，领取了。好的，花了1块钱。沙巴克争霸啊，这个还没有，后面这些都 OK 了。我看一下精彩活动，手中好礼哇有了，终值任意金额都可以领取。然后每日雷冲啊，这个每日雷冲比较恐怖的，我之前研究一下，看这个3000元宝是30块钱最低的。看我视频先 ，OK， 欢迎，然后这个之后是80块钱，但是这个上限很高的，最后一档你看一下，就是160万，就是16000，一天如果累计充了16000才能解锁这所有的礼物，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上限是很高的，像我根本就不可能把它拉满，我觉得我到时候也不会说每天固定的充个3000块钱，对，这、就是试玩，我觉得以后不可能每天充3000块钱，就是开头7天稍微多充一点，3000到5000，然后后面有活动充多一点，充个3000，没活动充个1000啊，差不多是这样子。哎，可以搞一个这个工会礼包呀，提取一个附件。我的工会呢？完了，我看这里还有个红点啊，这是内功，哇，这200万的这个内功点数现在是等级7级，对不对？消费榜要2000块钱的上榜啊，这个2000块其实，对于上榜的要求来说，其实还 OK。好久多久没有4000人气了啊？别这样说，我玩氪金游戏人气还是比较多的。之前前两天玩《一刀传世》的时候，还是有7000-8000人气的。然后前面一久玩《龙珠》的时候，最高人气到过4万，然后第二天就没有播了，因为当天我就完结了。哇，这是一直在升级，恭喜什么萧山老哥哥成为 VIP， 这是25级、26级啊，这个就等一下，我去接杯水，马上回来。OK， 升到了30级，还可以哦。然后领取就是做我们的这个主线任务，领取这些东西。啊，我的攻击力还是只有990，太假了吧？这个应该很少。我不知道最后我这个战斗力会不会破亿，比如说玩到1个月之后，战斗力会不会破亿？然后这下面还有好多好多红点，完了，我感觉今天半小时搞不定哎，好像搞不定。然后说明今天其实现在最好是去打 BOSS 的，然后红包可以领，这个是。啊，每隔一段时间就可以抢，哇，给了我158元报。然后我看一下精彩活动，应该就没了啊。还有个折扣商城，折扣商城这个是什么？这个是有折扣吗？免费抽取啊，就是免费抽一个券。比如说现在，哎，500元报了，就只要175元报了，就可以抽一个这个券。这游戏不错，是的。对于玩过传奇，然后喜欢传奇这类的，受众来说就很好。哦，谢谢，感谢五玉送的辣条，感谢大佬。啊，这个宝石礼包我看一下。这个东西真的不贵的，这个就原价是5块钱，然后现在是1.75块就可以买了，我们就买了吧。啊，这个如果这个任务没有做完的话，立即传送，任务没有做完的话点不了哎。哎，谢谢大家小怪送的啊，这个任务好麻烦，就只要在做这个任务的时候我就不太方便。哦，这就是强化一级提升一下。完了，那个礼包呢？啊，这是挑战一个个人 boss， 打一下沃玛小主，来试一下。我应该是继续打这个沃玛教主，等一下，精彩活动，刚才是折扣商城啊，是这个，我购买一下，然后这些都购买了，全都有折扣。呀，我错了，我头，一开始的时候应该先买这个的，因为
我这个买完之后这个价格就变贵了，手中装备我都没有穿，是的，我买完这个之后这个就变贵了，哇，我突然不想买这个了，这个是14块钱的一个积分强化礼包，哇，我有点不太想搞了，哇，我的背景有问题，稍等一下，这里先暂停一下，我调整一下我的这个屏幕，好了好了，现在好了，底下就没有那个绿边了，是不是超级棒，明天开个新区再换一个新区玩，不止4个礼包啊，反正哎呀，这个应该是要过一天 两天之后才能再抽了，当前最低折扣是 4.8， 游戏有声音的，只是我这个声音游戏声音有点小，我这里没有增大游戏声音啊，现在不增大了，我到视频里面再调，这个视频这个游戏其实是有声音的，我这里能听得很清楚，主要是我这个我说话调的比较高，不好意思啊，这个活动就先这样，然后领取一下奖励，然后接着先来看一下这个背包里的这个东西 ，BOSS 护符啊，这个第一次击杀这种类型的 BOSS 就会给一个这个礼物了，然后继续做啊，奖励330万经验，应该能升不少级。这个游戏玩模拟器啊，我玩之前玩一刀传世的时候还会有那种卡，有那种黑屏，这个游戏就没有黑屏了。我前轮海怎么那么越来越有个性呢？可能因为我内心住着一个不是爷们儿的东西吧，也不能这么说，其实。这个真的是，我是觉得我需要留个刘海遮一下我的这个大脑门，然后那个理发师是一个新的理发师，哎，这个是搞什么啊，1.5倍领取这么多经验 VIP 免费领取啊，等级升到63级，那个理发师我就说给个刘海嘛，他就是自己发挥然后就变成这样了，哦，还可以领，哇，这个经验玉就是可以领取这个等级的经验的，我的天，亲爱的玩家，只有3张折扣券，应该只能买3个折扣，其实4个都可以买，我前3个已经买了，第4个也有一个折扣的，但那个折扣不划算，我应该先把折扣最低的买最贵的那个东西，然后再倒过来买，因为那样最划算。战力这么难升，因为我东西还没有穿，我刚才一直在做任务，元宝先使用一下，哇，这些都是能使用的，雪符、魂石，其实我这些使用之后，它是给了各种各样碎片，那种碎片我都没有使用的，下面有很多新的功能，这个神炉我先看一下，神炉先激活，现在我的战斗力是1000啊，加了72的战斗力，再充100。反正这个充值快感是从始至终都是存在的，我们就是，哎，等一下，有那么多碎片吗？哇，还升了不少级，哎，等一下，怎么就只加了100多的战斗力，我头，来来，神炉怎么还有个红点，购买宝石结晶啊，这个宝石结晶肯定不划算了，神炉就是已经领取，这个领取不了，那干嘛还搞红点，然后翅膀，看一下翅膀是一次消耗5个，我有246个啊，变成多少了？2阶、1阶、2阶，这个翅膀，哎呀，到不到那个3阶了。这个翅膀如果说，这个6折的，我遇到这种翅膀，我应该会买的。我正式买的话，我肯定会买；我正式玩的话，我肯定会买。这种服战力加的少，好的好的，可能战力加的少也有它的好处吧，就大家战力都提不上来，然后差距就不会特别的大，然后比的就是人多打人少。看翅膀好 low， 哎，这毕竟是传奇了，对吧？然后角色。角色里面找一个，哦，这里是内功，又可以升一级是吧？升到31级，哇，32级又升了好多。游戏名是啥啊？今天一会儿在群里说。然后群里的话，大家欢迎大家加群，也欢迎大家去加一下我的这个微信，到时候我会和大家说的。这个右下角就是有我们这个群号和我们的这个微信号，你们可以加一下。哇，这个等级升到48级了，然后内功底伤啊，从30提升到了37。这个100%减伤应该是特别厉害的，直接开始吧，这什么不错，哇，我叫了那么多人等着我一起玩呢，我微信群都有135个人了，我觉得到时候进去玩的至少有一半人，然后到时候其实我还没正式开始叫人了，我都没有说一个一个说，哎，跟我玩传奇吧，哎，等一下等一下，这个 boss 还没有接下完，小怪还没有接下完，我之前玩神魔的时候我就是一个一个私信私聊叫他们起来，所以才会有1000多人一起和我玩，政府战力差个几千就有差距，好的，但是肯定人多打人少，肯定是这样子，就说正式开始玩，就周六下午2点钟，然后任务先做了，啊，我真的有点不太想停下来，好吧，好多东西充值要是不玩的话就浪费了，传奇火的话就是的，包括一刀传世，它其实现在也很火，哇，这个是装备一个啊，等一下，我这个能不能装一个这个啊，不能，两仪也不能，那这个装了有什么用啊，这个帅印就加10级的这个战斗力，每日除魔，然后成就领取一下，这是增加成就点数，成就点数增加以后有什么用，领取这个新勋章是不是？应该是可以升级这个勋章，先把这个太初勋章升级满，自动刷新，接受任务啊，这个不是，这个是那个任务了，然后升星啊，这个升星不够了，他应该是把第一个徽章升级收满之后再升第二个徽章，应该是这样子。我这工会说半天还没有创建，我玩个毛啊！等一下，我一定要先了解一下，除魔任务是否提交？啊，这里还有这个祈福，这个就是和我们后面斗罗的这种摇钱树啊是一样的，这种一个是什么榜金，一个是榜元，应该就是啊本次免费。
哦，这是元宝抽的，然后这个也是元宝抽的，哦，这是榜元，这是元宝抽这个绑定的元宝，这是元宝抽这个金币，金币特惠剩下四次，到时候我们正式玩的时候，我们就把这种特惠的都抽了。反正，我们还是要想着怎么样精打细算的去玩，不然我都觉得没有意思，把钱花到不该花的地方，反而很辣眼睛，你知道吧？然后自己可以召唤一个，使用888元宝之后永久激活一个天罡战神。哇，这个元宝我其实可以用了，我现在还有多少元宝？我看一下，我背包里面，元宝还有8875，应该只花了1000的元宝，就是10块钱。哇，太不像我了。搞了半天才花了10块钱，我看一下弓箭手令牌啊，在守卫比奇副本中召唤弓箭手，召唤弓箭守卫的必需品啊，就是一些奇奇奇怪怪的东西。战神腰带，哎，我们是不是可以装备一个这个？装备以后职业不符，哎，那这个职业不符的东西能不能拿去卖啊？这个好像不能。这里游戏里面到底有没有交易？我现在还不清楚啊。这个是道士，但是我是法师，羽毛可以使用一下，羽毛有20个，培养一次，哎呀，两次没了，又不够了。然后这个生命石头。这魂石呢？哦，魂石要80级才能使用。那我今天才到66级，我今天尽量升到这个72级，升到72级我就直接能够跨越升级到这个80级，然后就可以使用这个魂石了。我先把这个每日除魔除一下，回收获得经验，回收装备获得经验，我知道了。回收经验 ，VIP 回收、哦。稍等一下，降妖除魔。这不是一道闪失，不是回收。这个刚才其实有过的，就是。不是你这个职业的，然后和你等级也不符的，你就可以投入本职业，一键收回，收回之后加一些这个经验，但其实这个经验也比较费。回收有回收元宝的吗？这样子，哇，这是随身商店还可以随便买，这是什么金创药啊、剑仙雪莲啊，全都是和一开始那个传奇是一样的，应该是这样子。然后这个道士战士55级，我觉得再回收一下，全部回收啊，这个投入强化，不知道，这个回收说明到时候我们再看，到时候我们再详细看一下。哎，这边。双击物品可投入啊，要双击这个才能投过去，有点坑啊。 VIP 回收就是不用传送回去。好的，成功把我说懵了。哎，超值返利给一下啊，这个是第一天免费领取，领一个。然后这个是应该是比较便宜的，羽毛是6块钱，6.8块一个，30个羽毛，这个羽毛应该是比较划算的。这种今日先购我们到时候正式买的时候，正式玩的时候都买。然后这里哇，又有1000的元宝，可以的可以的，整理一下背包。哎，法师64级可以装备了呀，加126的战力啊，好少。乌板号角可以激活这个护符，看一下，激活一下培养。OK， 这需要60个护符，又回收边上有一件。好的，好的，还是你们懂。然后这个也是法师，但是他要转二，就是转职之后的第二级，应该是这意思。然后我们继续这个主线任务，穿4件50以上的这个装备。我们先把这个其他的任务做一下，主线任务先等等。哦，感谢五鱼大佬送的发条。们，谢谢。哇，你看这个游戏就是各种让你想要去氪金啊，它就是哎，等一下，先领取一下这个经验。它就是什么，你只要再充20000元宝，它送你直接就送你32800的元宝的东西，就感觉搞得很划算。如果你一旦玩进去的话就比较糟糕，你就停不下来了。这里我们其实可以召唤一个这个，我们现在使用的是好像是这个，你看这里有个使用中，我们可以先召唤一个这个，召唤一个这个战神，觉得那个高转单也划算。好的，高转单。那两个刚才那两个每天只能领一次的任务，而且它特别便宜，这种特别便宜的东西应该都是超值的，就是鼓励那种氪金比较少的那种玩家去氪金的，它如果不划算的话就没有存在的意义了，肯定是这样，就是以游戏逻辑来说是这样。哦，这个经验玉我现在67级了呀，还是67级，这个经验没有加多少呀。等一下，我一定要升到72级。玛雅卷轴、寻宝图，还有这个增加寻宝次数的金创药祝福油，这个活动最高是3000人民币。好的好的，怎么搞都比我了解。然后攻之战我看一下，这个就是开服第四天，10、11、12、13，就是开服第四天的晚上8点，我们是周六开始玩，周六、周日、周一、二，我们周二晚上8点钟是有这个攻之战的，到时候大家一起齐上阵，然后拿下这个萨巴课程。当然其实我觉得万一有大佬过来的话，我觉得可能第一周拿不到，第二周拿也行，其实问题不大，因为这次我们打算玩的时间长一点，毕竟好说歹说我们就玩一次传奇游戏，然后就如果是糊弄一下我觉得不太好，这次我就打算认认真真体验一下，感受一下这个传奇真正的魅力，然后以后就不用再玩传奇了。自己还是再打一下这个攻心任务。然后经验的炼制是花费元宝可以立即提升至哇这个经验快速升级哪家强，经验炼制第一名是不是啊？这个我没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对联了，说不出来，反正这个就是给的经验应该很爽，直接从67级升到71级，那我就 OK 了呀。这个升个军衔，
功勋不足，前往完成最多5次除魔的任务，花费98。哎呀，好像不应该接受任务，让他自己去打。我觉得原版买经验，我觉得买一次，因为我从60级升到67级，当时还用了几个那个经验玉的，当时用了经验玉以后才升了那么慢，但是这个直接能升4级，我现在就是花8块钱升到71级 OK， 然后再升的话就得要花18块钱了，这个就是指数型增长，应该是3倍领取自助刷新，刷新的话就会消耗一些这个金币，然后继续接受任务。哦，消耗接受任务是消耗这个元宝的吗？这个每日除魔是消耗元宝的，这个每日除魔应该是要控制一下它的这个出场次数比较好，然后副本到时候我们接一下，我们先把这个做完，成就红包，红包应该每过一再过6分钟可以再取，开服活动，好，交下任务，3倍领取，升级军衔，功勋不足还是差一点，然后接下这个守卫比奇，然后这个就是刚才说的那个守卫比奇，80就买了，剩下就转身，应该对，我好像记得之前我玩的时候80级就买了的，没有超过80级的，之后应该就转身开服活动，我看一下，我还是想去搞一下这个开服活动的。这个守卫比奇，刚才这个说明我也没有看，今天玩的真的很粗糙了，一键守卫，点击鞭策，这个就是哇，这两个图结在一起的，我觉得我想买一下这个特惠礼包，特惠礼包的话应该是这个先买一下，呀呀，鞭策，然后开始刷怪，啊。我要在这放守卫的，这是一个塔防，花元宝买额外次数，是的是的，我觉得花元宝买额外次数不太好。这里哎，法师弓箭手，这里竟然是一个塔防，哇，这个小游戏有点意思。这里可以看到我的弓箭手直接就在这儿把人家射完了，副本剩余时间6分钟。这四个礼包是传奇必备的礼包，好的，我看一下这个弹幕，啊，这四种礼包是传奇手游必备的，好的，但是我在这里尴尬了呀。我进入这个副本以后，哇，这是消耗榜元，哦，法师应该要厉害一些，但他消耗的是元宝。但是你看我这里这四个弓箭手直接就守卫成功了呀，有的还有第5个神装礼包，也不知道值不值，到时候我们试一试，就有克制的买一买。这个给很多经验的，哦，这个活动给很多经验，哦，你看上面给了600万的经验，还可以。这周六会开播吗？这周六下午会播，差不多会播半天，就是从下午2点钟开始，然后我可能会休息2个小时中间，然后晚上继续播。反正第一天可能会充的多一些，充个5000甚至充个10000都有可能，就是第一天的时候，第一天也是最刺激最好玩的，但有可能因为我之前看这个游戏它很多排行榜它是前3天结算的，所以不用一天充很多，我可能第一天充5000，第二天充5000，第三天充5000就 OK 了。这个游戏元宝很有用的，肯定所有的游戏元宝都很有用，然后绑定的元宝就像是绑钻一样比较便宜。放怪，哦，开刷，不是，这放怪已经放了，就是点开始刷怪，刚才好像没有点。鞭策，哦，鞭策的话是，哎呀，我这个鞭策好像是降低我这个守卫的血量，让他们的输出更高，应该是这样子。等一下，这个副本剩余时间，哇，这个剑一会儿出来的时候应该就能到这个73、74级了吧，到时候就直接能升80级，我的天。等一下，他如果这里出现这个开始刷怪我就刷一下，不好意思，这里需要等一下。哦，我看一下下面升一级，我的天，升一级需要3760万的经验。鞭策可以升级守卫，好的，放怪 ，OK， 放个法师看看，法师在这儿，哦，在这儿放一下，在比较近的地方放一个法师看一下，这个是1块钱放一个，啊，法师令牌，这法师还没放，同一地点只放一个守卫，哦，放了，在这儿，法师在这儿，法师应该输出贼牛，哦，这里这两个感觉不行了耶，弓箭手，最多只能召唤16个，剩余召唤2次，肯定是打到越后面，经验涨得就越快，对不对？肯定是这样子，然后他这里还有4个法师。我觉得那是买怪，不是，肯定不是。哦，最多只能召唤16个守卫。其实我应该多召唤几个法师的。再一个，显示98，实际99，哈哈，问题不大啊。我所有的16个都在这儿了。然后待会儿我就在这鞭策一下，群攻单体减速。OK， 肯定是攻和法两个输出不一样。法师我猜是不是群体伤害？刚下哇，这怪现在就过不去了。我买了2个，好的，问题不大，有所失误也正常。啊，法师等级93，哦，这个可以超过80级的，这里可以看一下他们这个等级排行榜啊，我这个榜就写在右上角一小个，他这个柏拉图一统天下，中原豪杰，巨联盟，神秘组织，一统天下，哦，差不多也就个5、6个盟，然后最厉害的是一个法师，战力排行榜，战力，哇，这个战力就8000应该是很多，是不是？哇，这个战力真的很难提升，感觉8000就第一了。这个锤子是什么？哦，寄兽行，
哇，这个应该也是可以有交易的，副本通关，哇，通关了，给了25000经验，我还是70级，好像是给了，哇，奖励领取，哦，这是免费领取，然后2倍经验是500元吧，这个不划算的，我感觉不怎么划算，这个直接是50块钱领取一个8倍的满经验，但是我原本本身就没有充那么多钱了，我觉得领一个2倍的好了，然后73啊。都领多了，不，这里不需要领2倍，因为我有直升单的，直升单72级就可以使用。现在我就80级了，看没？直接就80级的，然后超值返利，使用下。这个刚才有人说高级转身单，它是转身修为，每天可以使用20次，在人物转身里面提高这个东西，我们买一下。刚才有人说很划算的，这个30个羽毛应该也比较划算，买一下。寻宝图之后看一下，雪服这个可以使用的哦，一键放入转身单，风认真玩再研究。没懂，这里还有工会礼包，70级开启工会启动。这礼包，每天开一次啊，好像是。工会礼包呢？工会礼包是要创建工会才行吧？成功加入或者创建工会才行。完了完了，他刚才出现那个我忘记在哪了，我待会儿找一找。啊，不是，好，我花了28块钱买了一个这个二阶翅膀服，哎，看一下28块钱这个东西，法神戒指、法术腰带、直升二阶翅膀，再买一个。这个礼物还不一样。然后等级竞技领取70级和80级的领取一下，等你认真玩再研究。好的。奖励发完了，80级的奖励就发完了吗？特惠礼包这个红点刚才把我搞了一下，本来没想着要买它的。这样吧，我们看一下，把这种东西玩能加多少战力？我现在是1600，然后把这个装备一下，加了34。哎呀，加的好少，我要去世了。整体背包，哇，这些都可以用呀，对吧？加74，然后加多少？哇，这74红色的装备。是否快速转移原装备强化等级？花费10万，这肯定要转移这个强化的等级，这个法师转2才行。这个红色装备应该是要厉害很多，不过现在不转一些，我都没有怎么强化的，对吧？我现在是没有加多少，真的没有加多少。这里有这种绿色向上箭头的都可以用，这种应该用不了，这个等级不够，等级太不够了。我不知道这个游戏会不会说是男女双修，就是要同职业的一个男一个女，然后相互一起练才厉害。这个等级可以随后直接让翅膀升到2阶。哇，直接让翅膀升到2级，我刚使用一下，我去看一下我这个翅膀啊，哇，那翅膀一开始不该升的翅膀今天不应该升的，直接使用那个东西直接就能升到2阶，我这个已经升到过2阶了，然后这是自动培养下，不然最好的第一的那个武器被抢了就凉凉了。好的，这里我已经升到3阶了，这个翅膀越升越难，这里守卫比奇啊，不要了不要了。这里暂时不需要，其实升到80级，我现在已经心满意足了。刚才这个转身单给的修为就是这个东西，给了30万修为。我现在升一个，消耗的是2万4，转身一下，加96，哇，加100，这个还可以，哇、哦，再升就得要30万修为，这太夸张了吧？这里这个转身单卖的是10块钱，刚才买的话是6块钱，那个果然是要稍微划算一点的。我现在战力终于有2400了，感觉还行，然后可以击杀野外 BOSS，我看一下。野外 BOSS 刷新10分钟一个，我们去打一下这个白眼珠可以吗？但是这个白眼珠怎么打？完了，这两天我也好，大家也好，你们都去研究研究，这白眼珠应该就是个野外 BOSS 吧？我看一下，我去这个猪洞2层打下这里面的这个白眼珠。野猪，哎，这里有个什么雪芙精华小，领了领了，这个物品不属于我，换装备2转，穿装备。哦，可以转吗？现在就可以转了。这里这些都不是白眼珠，这是红眼珠，都不是 BOSS 的。我看一下，活跃度礼包、守卫比奇，可以打3次矿洞挖矿，这些都有好多东西。我转职的话，我看一下，我之前好像看到哪儿了，可以有个转职。剩下，这里为什么老是提示一个红点，搞得我好难受。哎，魂石镶嵌，生命魂石，这是一个生命魂石，一个防御魂石，一个攻击魂石。我可以把所有的都搞一个生命魂石先，二转就是转世2次，刚我点完了，魂师特惠礼包，我已经二转了，我已经二转了，what？有人说我已经二转了，可以穿红了吧？什么嘛？我现在明明是80级，哎，可以穿嘞，哇，我刚已经二转了，这是什么鬼？这花个10万，因为这个特别多的，这里已经有2亿的这个绑定的这个铜钱了。背包穿装备已经穿了，已经穿了，整理一下。羽毛，这7个羽毛不够用。转身，转身神殿卷轴，这个刚才用掉了吗？我刚才
不知怎么就好像就用掉了，这是守卫笔记用的。然后寻宝图，购买纪念单赠寻宝次数，寻宝图使用一块会怎么样？哇，刚自己点的，我刚可能在聊天，可能不是太注意，右上角地图区二层。哦，好的好的，感谢提醒。这里，哎，中洞二层，我们去中洞二层。他这儿好像不能直接去二层哎，哇，我知道这个回城石点一下就直接回城，然后这里是有个随机石。当前线路啊，这里可以选一个这个线路，然后这里可以看到一些 PP 玩家吧。哦，中洞二层，来来，找白野猪打一下，自动联动。这白野猪打起来很轻松吧？他这种 BOSS 应该是每天不限量的，可以不断的在刷，应该是这样子。寻宝次数每天12点刷新，好的。哇，我感觉玩什么游戏都有大佬，好的，好像都是玩得很熟悉的那种大佬，然后对我孜孜不倦的一番指点，我其实真的非常感谢。哎，击杀 BOSS 获得了这些东西，这个 BOSS 次数我这里没有看到有限制哎。击杀 BOSS 他这里我看一下，寻宝图10分钟一个，这也太欢乐了吧！哇，那这个游戏得要干到红莲马月啊！哎，可以击杀，这些都可以击杀，那我去搞搞。然后刚才有人说寻宝图，我想看一下这个寻宝图是什么个什么鬼，只要刷新就可以发。好的，哎，监狱领取一下，领取一下，只是找了攻略。 OK OK， 好的，我看一下寻宝图，到时候我也去看一下攻略。啊，这里有把这些绑定的元宝，然后把这些全都放进去使用一下，随机时空礼包。我现在唯一想一定要确定，一定要确定好的一个东西啊，超级礼包领取一下，100倍返利，就像奖励发完了，什么鬼？我发现充了那么多钱买这些东西，其实加不了多少战力的。我现在元宝不多了，神翼，这个神翼不太好，我花一个这个买60级装备，60级装备不需要买的，这个还是不要买。要买我觉得买这种至尊的可能会好一些，回收稍等。我其实有点想买一个主宰礼包的，我们正式玩的时候再买吧，不然有点浪费。再买一个这个，28块钱，已购买，哦，这个只有一次，啊，这个不像那个原真手游那么坑，可以买3次5次的。这个只有一次，看这个已经购买了，就不能再点了，点了没有用啊，只能买一个这个。但这个是9888元宝，98块，我已经没有那么多元宝了，我现在元宝就只有1700的元宝了，可惜。等级竞技要抢的，我靠，抢到14元宝啊！他就是第一次抢的多一些，等级奖励有数量的哦，我明白了，等级奖励是有数量的，怪不得到时候我们也是要抢一波等级呀。哦，我看到了，这里有剩余数量，转2、转4、转6。有剩余数量，我就说怎么领了，领不到80级的我就没有领到，啊，这数量都没有了。打 boss， 好的，再打下面一个 boss， 来找 boss 欺负欺负。野外 boss， 你刷新玛雅神殿，玛雅神殿，这个是80级的 boss， 应该是可以的。哦，玛雅神殿每天2次消耗100万绑金直接进入，这里可以用这个玛雅卷轴，我不是有好多玛雅卷轴吗？危险区域，这里哇，这里就有白野猪。有吃有魔，我可以我试一下这个80级的 boss 我能不能打动。转六那个要抢，很不错的。好的，哇，这是70级装备合成一下，啊，就是60级装备，3件60级装备可以合成一件70级的，但是我没有必要。啊！我点了一个合成，然后我就出来了，那么骚的吗？危险区比基城？不对吧？我刚点了一个合成，就出来了吗？还是我地图不小心进错了？不行，我重新进一下这个玛雅这个 boss， 玛雅神殿 boss。你刷新 boss 只加4分钟，可击杀是刷新的。白野猪我不要，我就打一个80级的赤月恶魔，走，再去一下玛雅神殿。差点以为我是录播，刚才我好像不小心碰到这儿，传回笔记城了。我的天，我这里看着点，悠着点。人家在这打的，我就先远离一下。这个打得动吗？我那么大一坨，我试试打一下。我这里有个红猪，好像我不掉血哎。我不掉血就能打，好的好的好的，你看我的血量就在这儿，它能回上来的，这样就不错。公会哦，公会在这儿，来看一下啊，这些都是未满员的。加入公会的好处有什么？攻城战啊，装备互换啊。这攻城战的话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我们玩的时候，是和本服的其他公会玩，然后第二个阶段可能就是等15天左右，我们和。这个服的，就是这个游戏的其他服，周围前后的3、4个服加在一起，应该是7个服一起，然后一起玩。反正我们就是最后成为，响当当的特别顶尖的这个工会老大，然后夺取一个就是对手很多的一个沙发课程，然后我们就到时候完结。这个游戏我觉得
一直冲下去，其实也可以，就是玩两个月也可以的。就是这一次，因为我哦对了，和大家说一个事情，这次有大佬和我们一起玩的。之前我们玩什么的时候，那个超爱心他愿意和我们一起来玩，所以掌声欢迎啊、爱心同学。那个就是之前那个女同学，女的，爱心大佬他答应和我们一起玩，所以就特别开心啊、就是大佬和我们一起玩的话，就是也包括水友了。水友这次我打算多叫点人，所以我不好说是玩个十天半个月我就走，这样不好玩的。我倒是叫人其实也花很大的精力的，因为同学如果我经常打广告，他们就不来了。所以我觉得最好还是说，玩得久一点，至少玩一月啊，玩有可能玩个两个月这样子，然后大家到时候我会把链接放到这个群里面，大家到时候可以试一试。嗯，然后我们这个赤月我们马上就被干掉了。今天其实差不多就到这儿，因为更多这个任务我们到时候再研究一下，我自己下来我自己再玩一玩，研究一下，然后到时候玩的时候，正式玩的时候我们好好玩，认真玩，大家可以先去研究一下这游戏啊。反正到时候我们玩的时候，周六玩肯定会特别热闹。我看一下有没有别的还有特别想说的东西，反正大家到时候还可以和我们讨论一下啊。超爱心也是小富婆，人家是挣的是美金啊，对吧，我们挣的是人民币，人家这个购买力就比较强，所以其实还好了。但人家确实有钱啊，确实有钱，也不是说一般的这个普通民众，肯定是中产了。抽奖什么？抽什么奖？你说剩下那个元宝吗？这个我不知道，剩下一千的元宝买哦，买这个淘宝图，购买简单，购买寻宝次数啊，每次寻宝消耗一次寻宝次数 ，OK， 当天过零点清空，然后当日已获得寻宝次数啊，今天获得40次数啊，是的，现在美国大乱，他今天还和我聊呢，说现在美国那边啊，其实他现在也没有在上班了，都比较乱。这个好像就是那个什么，一天累充16000。好，就给的那个东西啊，就刚才和那个好像特别的像。这个是10000元宝寻宝图54，我们现在只剩下1700元宝了，就只能抽这个了，捡装备。现在那边都不敢出街了。哇，你也是在美国吗？哇，感谢大佬的收看，购买仙丹赠送寻宝次数啊、哦。这是仙丹，是给仙丹吗？我看一下，妄图今天走了狗屎运了。一个好东西都没获得，给我个武器道具也行啊！你看两边那么多道具呢，你分我一点也行啊！比我抽了40次，一点东西都没有，还是这里可以兑换道具，兑换道具应该不怎么好，不是抽出来那个好，对吧？不是抽出来的那个东西，这里，到时候我们试着哎来个10000元宝，哎等一下，寻宝图次数，你看这里14次，然后点一次是正4次啊，我也出来了，明火博天道剑10连。美国现在风景线很长啊，不要嘲讽人家了。哇，小王图获得一个超级 BOSS 召唤令，还获得一个明火博天道剑。这个，哇，然后这个元宝一下就消耗完了。哇，血魂皓月法杖，我的天，概率公式看一下，剑丹100%，然后超级 BOSS 召唤令7%，然后哦，王者神剑神甲这个是0.03%，就是1/1000/1/1000，抽一10000次会有3次，想着抽10000次，哇，这。100块钱抽50次，2块钱1次，抽10000次2万块钱啊，能够得到3把神剑神甲，这个说多多说少，其实不是那么多啊。对于特别厉害的大老师，不是那么多，就是抽满啊，全部抽满。但我们如果要抽的话，每天都可以抽的。像我今天直接得到了40次的免费次数，明天再抽一下。我觉得这个如果不氪金的玩家，尽量少用这个元宝去抽，王者装备才是好的。是的，但是我现在没有办法，因为系统，我没有抽的太多钱，系统不够偏爱我。工会包啊，这工会包。成功加入或者创建工会才能使用。我工会名字到时候还没想好。哎呀，哎呀，哎呀，这元宝需要1000元宝，但是我现在元宝花了只剩556了。仓库拿出来啊，随身仓库，我看一下。开通 VIP 4有随身仓库，我看一下。我的仓库，我现在这里这些装备先，我看一下，先捡一下啊。自动战斗会捡一下这个金币和装备，然后我们先出去。出去以后我们看一下别的东西啊。现在已经回城了，再充6块不差钱，问题不没有关系。抽奖仓库哦，抽奖的仓库，我还说那个仓啊、来宝藏仓库，然后领取经验单 ，BOSS 召唤令，然后这个是转武才能用的，明火博天，然后这个是我们现在可以用的血魂皓月法杖，一键提取，来，哇，感谢大佬的提醒，哇，感谢大佬的提醒，工会礼包，等我们正式玩的时候再来吧，然后看一下这个能加多少。这是捐赠可以加多少东西，然后看一下它属性啊，魔法攻击165到605，这个的话相当于是翻倍了，最低属性是翻倍了，然后可以锻造强化加一，回收可以获得血符，不要回收，这个其实就是这个属性了，没有别的吧？装备，花20万的这个东西，这个我有2亿的无所谓，
这个加了多少战力？我们注意看，现在是2700。来，我们给这个装备强化一下。现在应该有好多好多的金币，保证100%成功啊！现在强化几率不一定是100%了，失败，失败！哇，星际上线！我的天！请先增加强化次数，购买次数需要消耗榜金。我的天，这个有点坑啊！不是50%的几率吗？怎么一次都不成功？哦，成功一次。我的天，它应该是有一个平衡点，就是到了一个定平衡点之后，你再买这个次数就很贵了。我的榜金应该是这个东西吧？这个应该是榜金，这是金币嘛，对吧？这是金币，这是榜金。我现在是有2亿的榜金，所以还好。再强化啊，30%，应该这个榜金是250万，那应该还好。我觉得还是得要用元宝强化，不然失败掉的新上线就是最坑。但是这个是可以用这个榜金买回来的，它其实就是消耗哦，购买次数消耗元宝的开始。我的天，它是6000元宝，100%成功，但是消耗元宝它是有个平衡点的，不一定是要用这个元宝。你看，现在强化几率20%，那肯定是用这种强化呀。我这里20%的几率乘以5，那相当于是我750元宝可以强化，它就100%无所谓的，它只要不掉我已经强化好的星就无所谓，对吧？下次不要再提示了，听到没？很抱歉，元宝族啊，这确实有点坑。攻略里面有强化小技巧，你发群里。是的，我就体验一下，现在把坑踩了，以后就少踩点坑，好不好？雪服使用下，哎，经验单，我现在是80级哦，收到了82级，这个经验单还凑合啊，说实话。理气点，之前50%的恩典吗？哦，对，我觉得，它应该是一种有可能是骗人的，另外一种有可能是像是我们玩斗罗抽奖的时候，有可能你连抽就连着都没有，但是你过一段时间再抽，它又有可能一次出好几个这样子。玛雅卷轴，其实这种卷轴就进去打 BOSS 用的，到时候我好好使用一下。然后别的离线挂机，它就是说在不同的地方去挂机给的经验不一样。OK， 这个无所谓，每日充值啊，无所谓的。都无所谓的，我觉得今天就到这儿。今天其实我就做一下这个展示，然后其实最重要、最重要的一个是告诉大家我们换游戏了，然后换游戏的原因是巴拉巴拉巴拉全都说了一遍，几率是假的，也有可能，也有可能。但是他刚才不是抽奖的时候还有一个几率吗？就是他几率写出来的应该不假，但是也有可能是假的啊。我们其实抽的次数不多，如果抽的次数很多的话，就知道他到底是不是真的了，到时候再说。以后我们要抽很多次的，所以以后再验证。今天我们这个终结的这个战斗力是2798，距离人家大佬还是差好多呀。我看一下人家战力排行榜，我们充了100块钱能排一个什么水平？哎，能排个50名左右，50名不到一点点，我没有上榜，哎，问题不大，哎，我还不错的，充100块钱就50名了，哇，我感觉就可以了。别拿挑战几率100%直接上了，不是啊，你100%，你可以知道6000的元宝升一星必升一星，但是我如果那个几率是真的，肯定是那个几率划算很多很多的。明显是假几率，到时候再说了。我觉得到时候再试一试，因为它几率差了很多，真的很多。我如果按那个几率走，就是750元宝，升一星。如果他说几率是真的话，然后如果直接升的话是6000元宝，那一星升的肯定是不要那样子去升呀。矿主这里可以接一个任务是吧？怎么换玩传奇的？就是想要玩一下啊，就是踩一下这个矿无所谓。然后刚才说了，一个是我们为什么要换游戏啊，第二个原因就是最后一次和大家说一下。好的，欢迎大家。加我们的这个 QQ 群，也欢迎大家加我的微信啊，除非你确定要玩这个游戏啊，你再加我微信，因为我们加了尽量不要加太多杂人啊，特别是有些人啊，就是还有这个游戏代理也加我微信就是过分了，所以游戏代理我基本上不会加的，就是一定是要想玩我们这个游戏，想要周六一起玩的，然后再来加我这个微信，然后 QQ 的话也会保持活跃啊，欢迎大家在里面提问。然后今天呢就先到这里了，然后我们以后的游戏哇，以后游戏的里面都会有一个这样的摄像头，然后后面背景就没有了，哇，真棒！刚才前面没有进来没关系，那你就看一下明天早上的视频，这个视频今天晚上做一下，然后明天早上就出炉了啊。今天这个视频我觉得做的还其实还可以，以一个传奇游戏的角度来说，这个游戏足够好，所以今天就拜拜了。然后我们6月13号这个周的周六下午14点啊，这个27号服务器啊，妄图带你体验一把这个传奇，带你一起去攻杀吊打神仙的老板。OK 啊，这个我们到时候日充3000啊，然后预算10万啊，真心的期待大家一起来玩游戏啊，不用来充钱，就是你来图个热闹就行啊，比你自己去玩游戏肯定是要热闹很多。好，就在这里了，拜拜。